贝贝，该不会是你吧？绝对不可能是杨老板！我相信贝贝，贝贝肯定不会。是我。杨老板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没有开玩笑，照片是我拍的。贝贝，为什么呀？照片是我拍的，但是我并没有打算把它卖出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压缩包里的照片全部被泄露了，可能是我在卖其他素材的时候不小心发错了。发错了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杨贝贝，你太过分了。菲斯，小点声，别被别人听到了。菲斯，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。卖照片，这不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杨贝贝，你以前就混在粉丝群里，各种贩卖向老师的周边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就当没看见，忍了。可我没有想到你财迷心窍到这种地步。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别哭了。你为什么不走？谁让我们是合伙人呢？小凡子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是照片就是从我这里出去的，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需要找到证据证明你的清白，但现在我们得先去跟苏老师道歉。哎，你头还晕吗？要不请个假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没事儿，低血糖而已，没事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不要担心啊。不担心。可是你，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？这点小事我能处理好。哎，向老师，你们班那个叫卢小西的作文又给我当小说写。苏老师，哎，你们班的历史你帮我盯一盯，咱们这次模拟考试又掉分了。苏老师，明天晚上的答疑课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？有数学讲座，我想去听。好啊。福利又来喽！噔噔，我抢到了一张特价欢唱券，周末待会儿约个 KTV 啊。二位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？去，干嘛不去啊？是吧？嗯，我也去。太好了，我也去啊。好，算你哥，还有你。哦，对了，宋老师，刚才有个包裹，我给你放桌子。谢谢。你买的？啊，我倒是没买东西，可能是比赛的主办方寄来的参考资料吧。我来吧。我说是参考资料吧。
复赛，你可能不能参加了。嗯。姐，药膏很好用。一次比赛而已，不行，下次再争取。主任，我先走了。责怪你姐姐，她也顶着很大的压力。我不想看到你们姐妹俩因为这些事情心里再添隔阂。不会的，她是我姐。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又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凭什么取消你的资格？我去找老安和主任说去。哎，不要，不参加就不参加了。不行，这是你的目标。你怎么连自己说过的话都忘记了？你不是说，比赛跟称号从来都不能证明什么吗？真正的度量衡是在学生心里。参不参加这个比赛，拿不拿到这个优秀教师的称号根本就不重要。只是因为我。让八万的孩子们跟着一起受难。要不我们公开吧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又是所谓的约定俗成是吗？与其让你被误解，还不如我们自己公开，堵住一部分人的嘴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苏琪就是我的女朋友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可是公开了的话，不是你走就是我走。走就走呗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不要情绪上脑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是高一八班的班主任。你更不要忘了，我们要一起守候高一八班的孩子们。是你也是我想守护的人。我这身拳脚功夫，你就不用守护我了。别说那些无聊快递了，就算是妖魔鬼怪，我也不在话下。你别担心了。
我要报警。你的出现。 不是光明正大的女朋友，只敢用小号秀恩，顺着三东南的小号爬过来看看，她是瞎了吗？早就离谱了。这位大姐是给校服男下蛊了吗？连未来都看不上？哎，竟然是老师，三观不正的老师能教出什么学生来？误人子弟。我紧张着夜睡不着，临时抱佛脚，忘了搜索约会的技巧。第一次。 目光闪烁，满眼只有我。这次我的港湾只让你停靠。第一次的争吵已经忘记了理由，只记得你哭着说我多重要。向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 骂我的人每天都有，早就习惯了。可是他，放心吧，我们是黄金三角，只要我们两条边稳定的话，另外一条边一定也会稳定的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现在要维稳。既然不能解决外部问题，就先解决内部问题。谢谢。 老崔，要不要买气球给你啊？不用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走吧。你要花不？不要，拿着麻烦。 我们是否能有结果？如果是，又能够怎么了？嗯，没的吗？我就是想陪你散散心，让你开心点。想不想吃冰淇淋啊？啊？好，那你去买吧，我在这等你。那你等我啊。 趁热吃，不，那趁凉吃，快点吃吧。不是，你小火一点，慢点，不是怕你噎着。到底是快还是慢啊？吃冰淇淋怎么能噎着？你细嚼慢咽的，快点吃。你是不是也想吃啊？那怎么只买一杯啊？这给你吃。我不，不，不，我不吃，你吃。嗯，好吃。嗯。 这也太多了吧！你哪儿土了？你答不答应吧？太快了，太突然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不快不突然，我都准备了好久了呢。他们都说恋爱久了，结婚的几率会越来越低的。倒是听过这样的说法。你答不答应吧？不是，你说句话呀！你愿不愿意我？你干嘛还给我呀？你不愿意是不是？ 但我身上你给我戴上，这个吧。
去，拍张照片，纪念去。把戒指露出来。或许，这是我们这场恋爱中最开心的时刻了。你让我怎么拒绝呢？菲斯，为什么我的评论一下子就被传掉了？几个营销号都把我拉黑禁言了。我也是。就算有粉丝，就算有我们班同学，咱们好像也守护不了他们俩，怎么办？小凡子呢？这么关键的时候他跑哪儿去了？你们有要守护的人，小凡子也有。啊？要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怎么办？要是被其他同学知道怎么办？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就算他俩永远不会原谅我，我也不能一辈子这样逃避。哎，等等我！你怎么来了，小凡子？你的电脑应该是被黑了，我根据你给我的账号信息查到了一个无名小号，可能是之前我们在粉丝群里面太过于嚣张，被纸粉盯上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把相关的界面已经截图了下来，应该能够证明你的前辈。贝贝，加油！贝贝，之前对不起啊，是我太冲动了。等你道完歉回来，请你吃炸炸炸。为自己的过失负责。为你点赞。看来不只有我陪你。走。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。现在舆论已经控制住了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出照片源的出处。只有知道偷拍者的身份，才能有应对措施。那天在泳池，只有我和苏琪还有几个学生，万一是……不管是谁，交给我。你的任务是保护好苏老师。好，我有个要求。说。知道是谁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嗯。我来开门。怎么是你们？我们来找夏老师。进来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，夏老师？对不起，是你，夏老师。贝贝电脑被黑了，所以照片是我们泄露出去的。但是我们不是有意想要这样去做这个事儿的。我自己来说，夏老师，照片是我拍的，也是因为我之前在粉丝群过于招摇，所以被盯上了。泄露了照片，所以这次来是想跟你和苏老师道个歉，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对不起。杨贝贝，杨贝贝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，我是没关系的，可是苏老师……别说了。被诟病的是照片本身吗？是照片里的内容，我没有什么立场说贝贝呢。你看把他吓的。没事啊。对不起，我情绪不好。对不起，苏老师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老师没事儿。苏老师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不会，当然不会了。但是，我听他们说，你会离开学校。会离开附属。苏老师，你不要走，你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苏老师，你千万不能走，你走了贝贝怎么办？嗯，老师不走，给你们保证。
苏老师，你不要走，你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明天总不会比今天更差了吧？夏老师，你脸色好差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没事，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苏琪人呢？还在睡觉吗？苏老师上班去了，这是他让我准备的牛奶，60度的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他没事吧？啊，夏老师，你衣服还没换呢。男艺人殴打不离不弃经纪人，有点意思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我看看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我没动手啊！你们谁动手了？没有啊！他只是个孩子，有什么事冲我来啊？别跟对面走！孙老师。受伤了，走，跟老师走。妹妹，怎么了？回去再说。再见。朱老师、向老师、杨贝贝，杨贝贝，你受伤了？啊，陈老师，我没事。啊，苏老师、向老师，你们不用管我，真的。先消个毒。行，苏老师，我没事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红笔笔水，它经常漏水。然后朱非凡他们说很像雪，没想到真的一下用真了。我是骗那些狗仔的，真没事。
你还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贝贝？苏老师，你现在应该在学校，你来这干什么？我是怕你昨天说话不算话，我怕你不来学校教我了。现在要不走的话，又该迟到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学校。快去吧，我跟你迟到了。向老师，你就穿这个啊？啊，我换件衣服。你的电脑真的被黑了？真的，向老师，小凡子他可以作证。虽然我平时总是把钱挂在嘴上，但是我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。向老师，您相信我，这次真的不是我把照片泄露的。行了，我相信你，回去上课吧。向老师，怎么了？其实学习音乐不是我的梦想，是我爸妈的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个生意人。那你啊，就更应该好好学习了，不然我就劝你现在提早放弃这个想法，以后铁定亏死啊。向老师，那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待在八班？我最好去做一个普通文化课考生。这个事儿还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，留在八班或者不在八班，都是需要慎重的去做考虑的。你自己回去给自己点时间，好好想清楚了再来跟我说吧。嗯，我知道，向老师。那我先回去上课了。嗯，去吧。好，下课。老师的原因，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对不起。今天星期哎，没有。山东南刚过来帮你请假，跟我说了。我没事，你放心，不用请假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吴振义是口头之快，吴晨义是拳脚之勇。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解决，这次做得不错。如果有需要呢，就跟学校高价一段时间，好好学习一下。我真的没事儿，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八班的课时。本来我们班英语基础就差。钱我已经打给你了，赶紧。话题我一会儿发给你，账号发到微信上吧。我要一套餐，重点放在视频网站，然后再做上一些微博研究。钱我马上打给你。嗯，再这样下去就要等新专辑的制作资金，还有大鱼。钱伟苏，侬可以考虑考虑。其他钱存了定期，还有一些在基金里，一时半会儿取不出来。这10万块钱你先用着，一定要保护好人家姑娘。会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不着急。罗文凡，什么事啊？这是黑贝贝电脑人用的 IP，
希望能帮到你。谢谢。安校长，我认为学校不应该过多的干涉老师们的私生活。虽然是老师，但是下了班，去哪里做什么，应该享有老师们的隐私自由。我不希望网络的一些不必要的舆论影响到学校对老师们的判准。看来苏主任在为向老师和苏老师求情。不是求情，是基于我的理性判断做出的建议。现在网络的意见是很多样的，我们不是生活在网络，而是行走在真实的校园。如果因为网络舆论影响我们对老师的判断，这是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？我觉得这件事情由苏主任您来处理比较合适。第一，以学校的名义谴责媒体记者的围堵行径，并发出律师函警告。好。哎，不是我说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英语作业还是一点都没剩，学校真应该给苏老师颁个劳模奖啊。学校早该发声明了，向老师算半个素人，苏老师是纯素人，凭什么被他们议论？网友真是搞不清楚状况，无语死。安迪沃霍尔说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成名时间，看来啊还是网络上这些闲人太多。大家有号的都帮忙转一下学校的声明吧，顶上热搜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够了。进校园要上交手机，规矩都忘了。不管最近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都已经够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专心学习，做你们该做的事情，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。把手机都收起来。你们不收，我就去没收了。向老师说的对，老苏不爱上网，我们的评论他看不见，也不想看。我们不如就好好排练好晚会，这样至少老苏还能看见。同桌说的对，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上，比如说排好晚会，用我们精彩的演出去回报老师。这就对了，还等什么？练声吧，来，咪嘿嘿嘿嘿嘿嘛哈哈，来。你们说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喜欢向木乃啊？他们给不了你答案。姐，如果感情都需要权衡，那这份感情是不是应该打个问号？我记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管工作还是生活，决定的事情就全力以赴。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，有可能会受伤，但是要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。苏姐，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，不要被旁人左右，哪怕是你的亲人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啊，姐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该说的之前都跟你说过了。虽然最终所有的选择都需要你自己去学会，自己做决定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姐。我是你姐。谢谢姐，一直以来都支持我。我都没帮上什么忙，倒是你从小就一直保护我。谢谢你。
交换，热气蒸发为思念的茧，十指紧扣不愿两旁，被与他无法阻挡爱蔓延，说不配天生一对，无不可为完美搭配，才让世界看起来如此美，慢慢升温